什么叫逼？逼咚的人就是这个动作哦，是女孩。我们又从外面一直演。好好好，门口大门口。你真行啊！你真行啊！啊，不有表白，好吧？我出去了。我上大学了，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你好100倍，好10000倍的人。你去找啊！我当然可以找。哇！哇呼！我喜欢。OK 来，放手！你放手，我好痛！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魔咒你放手！啊，对对，你把我带在这里干什么？你真行啊！请人随身带着这种照片。我决定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要记住你，把你记得好好的。好啊。你真行啊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啊。记得好好的，反正我都已经看清楚你了。等到上了大学，我一定要找一个没办法找到好比你好100倍、10000倍的人的。你好，你去找。好，你去找。发现好幸福啊！他终于给他机会了，牙都裂了，真的，牙都裂了。你就不是说穿了好吗？有进步吧？很不错啊，不错吧？没有忘词啊，大姐浮夸很多。你们是25年以后再次一起演唱这首歌，就是当时演唱这首歌的感受和今天，我觉得没什么分别。就是我从一个25年前的一个少年，变成现在这个好像熬了几个通宵的一个少年的感觉，就是那种状态，你知道吗？还是那个少年，他还是我的那个少女，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分别。其实本来呢，我们想除了这首歌，还有另外一首歌想唱的，但是因为我们想一下，不管过了多少年，我们的爱情都应该是留在很当初的恋爱这样。我们现在可能两个人已经经过那么多年，可能有很多事情不要说出来或者是做出来，但是当初的恋爱还是不能放下来的。对，所以我们还是维持唱这首歌。所以你们在这次参加妻子的浪漫旅行，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？要哭的节奏吗？不，我知道，其实我们偶尔要需要一点空间，但坦白说，我觉得去完这个旅行呢，我觉得我真的是不习惯一个人去旅行。坦白说，我想说就是，我们也得要好好的爱我们的另外一半，因为以后呢，不管路是怎么样，陪我们去旅行的肯定是他们。其实我很想说那个真才子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不敢了，我都不敢常说这些生离死别的事情。可是怎么说呢，可能真的人越来越大，就会想很多事情，尤其是有家庭之后，会想到很多不舍得的东西。
那希望大家都会好好珍惜吧。我觉得不管你怎样，放屁是香还是臭的，我还是爱着你的。不是，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两个人要付出的，不能单方面的只要求不付出，也不能永远什么都是用一个秤来比，因为是不能比的。对，如果你爱的就要接收，对对吗？同意吗，大师？嗯，我没什么好说，就给你一个拥抱吧。拥抱。我也要给你们给拥抱，多一点抱了。如果可以时光旅行，我想回到过去，早一点遇见你，参与你的生活，充满你的记忆，听你最爱的情歌，在青春日子里开一朵喧闹的花。我们都是胆小鬼，想要碰触，又收回了手。你知道吗？当你偷看我的时候，我也在偷偷看着你。你是遇到难题，一扇未知的窗，明知是一场冒险，却忍不住靠你更近。太阳，我回来了。共你撑过小小风雨，今后也请多多关照。携带耳绑在一起，彼此就有了羁绊。两个人的约会，突如其来的心机，我们相见恨晚，我们相见不晚，我们隐瞒失败。如果可以时光旅行，我还会再回到过去，就好像心花开了无数次，与你初恋五百次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智霖，我是袁咏仪的丈夫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智霖的妻子，我叫袁咏仪。智霖哥平常就是这么浪漫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智霖哥一点惊，一点浪漫都没有的。那你有期待他给你惊喜吗？说实在，我无时无刻，无时无刻。今天浪漫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窗外天空那朵白云满写醉人的曲谱，我们现在浪漫可能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浪漫。那我们的浪漫是怎么样呢？可能就是包括了甜酸苦辣，包括了悲欢离合，也包括了生活的千疮百孔。可是那些所有的感觉其实就是在丰富我们的浪漫，丰富我们的爱。之前我们的计划是先唱一段恋爱预告，然后中间说一段话，然后再唱那个不浪漫罪名嘛，那首歌可能更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心态。对对对，我是比较喜欢那种行动或者是感觉。可是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们就是都是对的，人家的就是不对的，其实大家都是对的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在浪漫或是爱的那个领域里面，其实哪有什么对与错，就是这个比较适合你，那个比较适合我。我真的不存在了，你会找另外一个人照顾你吗？如果已经到了六十七十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可能没有需要，更需要一个伴侣，需要朋友了，或者加一个伴侣也好。嗯，那我不同意。如果有一个人他也爱你啊，也愿意在你有什么危难的时候帮打给他打电话，去找那个救护车也很重要。现在有一种零按零，就是你自己也按不了，你在地上一滑，那救命钟在那边。那就算了吧，那就算了吧。对吗？
OK。你呢？如果你死了，我觉得我不会找另外一个，不会找另外一个。因为我可以跟我的哥们每天都玩，跟我的哥们每天都玩。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多找一个人来，要帮他付钱，要信用卡，要照顾他，帮他按铃？对不对？我会那么糊涂再来一次吗？你这个死女人！一看见你那么得瑟的，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意外，也有很多健康上的问题。能够看着伴侣一天一天的老去，我觉得是最浪漫的事情，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。我一定要身体健康，继续虐待张智霖。其实你要说做很特别的事情，我跟我老公应该这么多年来都已经尝试了很多了。我觉得就是很正常简单的生活，如果你偶尔有一天假期，两个人就去找一个地方去按摩，泡一下温泉，舒服的吃吃顿饭，每一口都是好吃的。你最希望我做的三件事是什么？认真一点去工作呢，不要吃那么多呢。第三个事情很想做的，已经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因为他你也做得蛮好的，对吧？哦，记性好一点吧，不要常说完那些事情啊，后面要忘记，然后再问一次。这个可以做得到了，做得到了吗？可以啊。那我想你做的三个事情就是，说吧。就是第一，你吃东西不有那么豪迈，吃东西不有那么豪迈。整个鸡翅膀放进嘴里面去烤。鸡翅膀不是整个放进嘴啊，拿刀叉来切呀？可以啊。OK。第二只是说话那个音量可以少一点吗？第三呢？第三就是不要常常骂儿子呢，不要常常骂儿子呢。不要谁做谁，我常常骂儿子的。谁做谁，我常常骂儿子的。哈？现在不许计较那个问题，不许生气啊！对呀，所以就是不许生气啊。他有的时候呢，就是比如说他会很着急，然后就是想告诉，比如说阿南，有的时候阿南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就是说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懂不懂？懂。就是他会说话说，可能连一半都不到，三分之一，但是我们大家都已经懂了。对，我习惯了那个。你还习惯了？他只是跟你说，哎，我那个怎么样呢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说不明白啊，好像我很蠢的样子。我说明白，我其实也不知道他说什么。其实这个你明白我的意思这句话非常伤人的啊。是，对不对？我发现他们夫妻之间基本靠猜。那个我来说一件那个袁老师特别有趣的事情，是吧？我觉得特别搞笑啊。怎么着？就是每次呢，他跟志林哥说什么事，如果志林哥不同意，他呢就会这样子背对着志林哥，对着我们学生。
当志玲哥回头的时候，他就亮亮姐姐，哦，一回头，你说阿南阿南，你刚才爆完这个料之后，你知道，你以为是志玲哥知道这件事情，他其实不知道，他刚才好惊讶，真的吗？二十多年了，受伤二十多年，一直以为他是最支持我的人，我还是爱我的粉丝。哎呀，还原还原，噩梦一般的事情。他是演我吗？我演你呀、啊，他演我吧，你演我。我的脸没有那么臭吧？拉手啊，拉手。然后去在街上嘛，然后当然就是看东西 shopping 啦。啊哈，嘿，爱马 X， 已经很明显了。扔走我，然后就打开那个门，然后就把所有包拿在手上，一边看，跟着。我就是扔在那边、啊、然后他就跟那个售货员不停的，哎，还有什么货拿出来，好像打劫一样，哎，有什么货拿出来，拿出来，这样子。那我在那边就很不爽，干什么呢？然后那个人就不拿出来了，当然，然后他就转另外一脚，求求你啊，我可以，很变态，你知道吗？他只是去买东西，他会求人，而且就是会威胁人。然后第三招就是。哎，我老公在，你可以找他去拍照啊。不是，因为有一些服务员在别的外国都是中国人，他们一见到他了，啊，张智霖啊，我说是张智霖，就是他，我说那又没有包呢。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他会出卖我，对，我以我。老婆的命，耶！哎呦，好狠的耶！为什么耶？活该啊你啊！我觉得这个答案很好。如果是假的，如果是真的呢？你如果是假的，你知道你的后果是怎样吗？你想清楚啊！是怎样？会好过。小心你的某张银行卡。应该开心，因为刚才娜娜说每个人都要拿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出来担保，是吗？你最珍贵。我好渴啊，给我一点水好吗？哎呀，我的普通话那么差，怎么念啊 ？OK， 音乐有的吗？一边说我怎么念，一边音乐有了吗？亲爱的。如果爱真的能在一个节目上简简单单的写封情书，就能把多年的感情一清不住，那世事都会变得简单许多许多。亲爱的，如果爱真的能凭三言两语，又或是铺天藏地地说我爱你，就能证明痴心一片的话，那这种方式的爱我们都不懂。那我们的爱是什么呢？是日与夜之中，是温馨与嘈杂之中，是玩乐与生病之中，是迷失与成功之中，是孕育与逝去之中，爱是生与死之中。所以如果真要我写一封情书给你的话，我会用一生去写。还有两句啊，而你也请花一世去试读。对，那个就是张智霖了，没错了。哎呀，自己
都感动了。在揭晓你们两个写的东西之前，我先问问有没有什么对对方不满意的地方。太多了。比如说他很就是说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就是那种不收拾，很多时候用完东西就不弄好。然后呢，每一次我跟儿子说话的时候呢，他又在旁边呢，就比如说我说不可以的，他说可以的，唱反调。对对，教育的时候不一条心。对，然后呢，儿子就会说，我跟我儿子一条心。说的对的，就跟爹地站一边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那亮亮有什么你觉得你不满的地方？整个人都不是太满意。好，我们来揭晓一下。首先，张智霖要袁咏仪做什么？如果袁咏仪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输了，她就要当场卸妆加唱歌。不是很难的事情。不是很难的事情。不是很难的事情。我不一定输啊。哇！刚才是卸妆加唱歌，这边。如果张智霖在接下来比赛中输了，他就要当场用丝袜套头上，还要唱歌。不要！大家知道丝袜套头是整个脸会变形的。对对，我要做拉的那个，拉的那个。来呀、啊！先让我啊！啊，来。准备好了吗？其实我只有几个而已。我也是。张智霖。如果没有我，你是一头猪。那是当然了。袁咏仪，你是不是认为一年级的旁听生比科班生好？那是当然啊。同学，张智霖，你知道你的腰短腿长吗？那个也是，那是当然呢、啊。说反了吧，应该是。反了吧。袁咏仪，袁咏仪，你是不是说过以后也不会再买包包呢？说过以后也不会再买包包呢。如果袁咏仪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输了，她就要当场卸妆加唱歌。我不一定输啊。不会再买包包呢。一二啊！耶！命中软肋了，这个是他的命啊！我很想说，那是当然，说不出口。这个人非常诚实啊，好爱包包哦，好，哇，这样他们就输了耶。还可以唱歌的耶，可以 music 一点都不帅，我还是不帅。你卸妆好不好？今夜还吹着风，哇，想起你好温柔，哇，没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。你要用力一点好不好？也不是无，也不是无影踪。我想你太浓。你可以放我出来了吗？放他出来，放他出来。哎，大家没看过，大家没看过你素颜吗？看过，可是，在素颜跟有妆的中间是最好看的。哎呀，亲爱的，我的个大的呀！我的个妈呀！哎呀，不错啊！我觉得她不化妆更好看啊！啊，她最喜欢都是我不化妆，所以我们节目组来一直吐槽我不化妆，但他们不知道我老公最爱的，我当然关心我老公。他最喜欢我穿丝袜，对。冷啊！
大家好，我是张智霖的妻子，我叫袁咏仪。有网友说你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，你怎么看呢？那他是拯救了宇宙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智霖，我是袁咏仪的丈夫。谢娜，团长谢娜。Oh my god！ 让我好好想想。真的有点难哦。要怎么让妻子说我爱你？可能买了东西给她，她会说吧，那就很开心的，老公我爱你这样子。没有了，她也不是那么物质的，她最喜欢 BBQ。她没有想过我会帮她去处理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先弄一个她最喜欢的 BBQ。我很有把握。嗨，有冇棉花糖买噶？即系烧嘢食冇棉花糖？有冇棉花糖买啊？有冇棉花糖买啊？有冇棉花糖买噶？有冇棉花糖咧咁？冇啊！哎呀！Yeah， 专程为他而烧烤，他应该会蛮感动的，所以我的那个任务可能会成功。我肚子太饿。Hello。喂。你在哪儿啊？喂。你在哪儿啊？我。我老实说，现在我也在路上。你也在路上？对，就等我15分钟，我就会给你电话。我肚子好饿，你能快点吗？车不是我开的。那你能先告诉我地址，我过来吗？现在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没关系，你告诉我地址，我只是过来而已啊。我还没过来，你已经到了，你再慢慢准备就可以了。其实我10分钟之后打给你吧。你刚刚说5分钟，现在又变成10分钟。我刚才说15分钟，现在已经小了5分钟。OK。哇，这个什么讯号那么差劲，拜拜。什么讯号那么差劲，拜拜。他说10分钟以后才能告诉我在哪，但是我肚子真的好饿啊！再打给他。妈呀！电话暂时未能接通，请持续再过了。再打。是我吗？哎，真的耶！都是他。你在哪儿啊？应该在一些弯弯曲曲的路上。还没到啊？我真的没有什么概念。可是你去那个地方是很近的，你不用担心。你回家了？回你的头。你又去买花啊？你觉得我会买花那么笨吗？很难说。你也不要以为我去买包了，好不好？你去死吧。哎呀，那还有多久才能出发啊？我相信你10分钟之后出发的。十分钟之后出发的。你10分钟以后不用打给我了，你帮我叫那个救护车吧。好呀，你先喝点水啊，不要想吃的事情了。OK， 拜。再见。我跟你说，最好是很浪漫，不然你真的死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知道什么人是最凶的？就是恶的人。
就在这个浪漫的地方，我们来一个浪漫的约会吧，试试看。我们来一个浪漫的约会，浪漫的约会，浪漫的约会，浪漫的约会。你在哪儿啊？我现在在一个地方叫海银滩。你在沙滩啊？对，在一个叫海银滩的地方，你快一点过来啊。好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沙滩呢？去沙滩呢？那么冷，去沙滩，你说怎么会浪漫呢？对吧？但是既然他选了，我们就出去吧。啊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别想了，出发。哇，他在干嘛？多担心啊，我还以为在沙滩呢。但等一下他不要提出什么我们吃完饭以后什么漫步沙滩了，不要提出啊，我不想鞋子进沙。哇，你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。好啊好啊。这里冷，要不要进去？里面没那么冷，请进。哇哇哈哈哇，不错呗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这里哎不错啊。给我呢？真的能吃的，能吃的，你看多好。嗯，牛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肚子好了，先吃了。不错啊，不错不错。为了这个惊喜啊。好惊喜啊。我觉得冷天烧烤另有一番滋味。什么滋味？什么滋味？是包括我的爱心在里面的吗？有没有别的？我给你别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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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们最喜欢的棉花糖，棉花糖做我们最喜欢的活动了。烧烤的最后必须要用一个棉花糖来结尾，是我们的一个习惯了，因为有时候味道也是一个记录了，棉花糖也是一种我爱你的表现了。会不会等到明年都没得吃？好的东西是需要时间来熬的，好吧？但你想到那个 barbecue 已经有进步了，真的？对对对对。你觉得我这块烧的好不好？非常好。我给你，这就是爱啊！就是爱，就是爱啊！麻烦了，没事，站住了，我去洗头吧。啊 ，OK， 那这个约会的地点不错不错，满意吗？很满意，很满意。幸福吗？这个满意，这个不能跟幸福。甜不甜？甜。甜要一点表示吗？喂，你太好了。就一句太好。还有呢？没了，没了。会不会很感动？我为你准备那些东西，都不错。就是那个主意已经有进步了。那要不要跟我说什么回应呢？我会让你更幸福的。衷心说出来的那种。我希望你不要再胖下去，不要再胖下去。其实不用那么长的。说出来。
我爱你。耶耶耶耶，过关了吧？语言引导就任务失败啊！你失败啊！语言引导，不用语言引导，他怎么会说呢？我没有逼他说，其实我是没办法了。呀呀！哇，真的蛮痛的耶！你就说我是个优点吧。一二三！啊！他就说了，是我做那么多事情，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？我应该说谢谢你啊！我爱他，我每天都爱他，怎么可能只因为他准备了烧烤我就爱他呢？对吗？有品味。我们不是那种常常挂在嘴边的人，其实我蛮喜欢我们两个人相处的方法，很有爱心。十个，好。过不过？过不过都已经死掉了。